看电影得有爆米花，还有纯真。爆米花是什么 ？Popcorn。Pop。爆米花。哇！哇！纯真。臭豆腐我看到了，臭豆腐哎，是什么？臭豆腐就是臭的豆腐啊，特别好吃，中国的美食。哇，这个是粥，粥吗？这是辣仔，这里面有酒，是吗？你不喜欢吗 ，Patrick？ 好喝吗？你觉得？什么表情啊？好喝，是真的吗？只有水是 OK， 但是如果有。这个不好吃，不好喝，因为它里面没有，小丸子。如果它是有那个米做的小球球，会好吃，但是这里面没有。